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，我是小薇。中国美食在世界各地都很闻名，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美食。不少外国人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的，但是有些我们所认为的美食在老外看来是非常难以忍受的食物，比如说鸡爪、臭豆腐以及皮蛋等，这些食物在我们中国都是很受欢迎的，但是老外却很怕吃这些东西，尤其是皮蛋。外国人到底有多怕吃皮蛋？看看第一次吃皮蛋的美国小伙反应如何。皮蛋也称松花蛋、变蛋等，这是中国汉族人发明的蛋加工食品，也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食品。对于我们来说，皮蛋的功效有很多，它不仅是美味佳肴，而且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。我们吃皮蛋的方式有很多，比如说可以直接蘸一些佐料吃，也可以做成一些菜品，比如说皮蛋豆腐、糖醋皮蛋、皮蛋瘦肉粥等等。这么多美味的食物外国人却不敢吃，那么外国人到底有多怕吃皮蛋呢？听说最厉害的贝爷曾经吃皮蛋都吃吐了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一次吃皮蛋的美国小伙反应如何。美国小伙将皮蛋剥好放置在盘子里面，看到皮蛋的味道以及皮蛋的颜色之后，这位美国小伙子就有点受不了了。随后美国小伙拿起一小块皮蛋直接塞进了嘴里，但是三秒钟不到，这位美国小伙就直接将皮蛋吐了出来。他觉得这样的食物自己根本无法下咽。那么小伙伴们，你们喜欢吃皮蛋吗？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、分享、转发哟。Thank you.